第一个你看哈，什么叫地权哈？第一节地权的规定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一个土地的所有权，你把它画起来。我这边弄了一个口诀，所以如有雷同，纯属抄袭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发明的口诀叫白雪公主，懂吗？两岸四地，不管中华民国，不管港澳，不管对岸，就大陆的部分，只有我们中华民国地区有这个叫所有权。对岸这边，底下各位看到这个叫使用权。好，这个概念很重要哈。也就是说可以代代传家的，我们台湾的好处就在这边，因为这个一代两代三代，反正你的产权，我们前面看过，在土地法第十条，包括宪法的143，你们一下，他说中华民国领域内的土地属于国民群体，人民依法取得，受到法律的保护，对不对？但是要依法要照价缴税的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但你现在看到了，因为产权就归我们个人的跟公家的，前面有没有讲过，有跟公有土地跟私有土地？有啊，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公家，那叫公有土地，公有土地以外就叫私有土地。好，白雪公主，我们来看看她长什么样子咯，对不对？白雪公主，各位小时候看过故事啦。为什么叫白雪公主？因为底下你看到另外的第二大点，来，你看我这边写叫他项权利，他项权利，因为总共七个，正好叫七个小矮人，七个小矮人跟白雪公主要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大家找到一个叫白马王子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对不对？童话故事都这样写啊。那重点怎么样？因为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谁比较重要？啊，当然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主角啊，对不对？就像各位一样，你坐着我站着，谁是主角？啊，当然你是主角，因为你花钱的最大啊，对不对？听懂吗？所以我站着你坐着啦，对不对？来，要开始看哦。那你现在有感觉什么叫所有权？你看第一个，眼睛真的不太好，所以再拉近一点看。你看啊，他说所有权叫享受完全的支配权，把完全两个字圈起来，就你可以决定怎么用啊。这样听懂吗？就像刚刚补习班帮我拿了水，这个杯水来的，这个杯水给我了，这杯水我现在把它放在桌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把它藏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我可以完全的支配它。麦克风我可以拿到手上，把它放起来也 OK， 看懂吗？这所有权看懂了。好了，你要往下看了。他告诉你说，你看条文上引用了，我说你的考试就这样写，有没有？他说所有人在法定的限制范围内，把合法要圈起来哦。你要合法才可以主张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那你看啊，他说可得自由的把得圈起来，得就表示任意啦，对不对？可以用也可以不要，没有强制。他说可以怎么样？你把它编一到四，可以使用收益处分排除他人干涉，有没有？讲义上写完了，其实白板上、黑板上也写得很清楚。黑板上写的内容我有举例给你听了，所以以后你再写就不要忘记我的故事啦，对不对？你在写的时候，其实如果这样能够看懂它。条文背不熟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已经会举例给他听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考试没有请你画图，你不能画图。但是你有举例给他听，你举的例子是正确的，这个老师不会算你错，而且他知道说你已经融会贯通，你已经懂他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这远比怎么样死背不会用还好太多，可以吗？那你看我这边后面是不是写到刮胡民765条？765条就在这边。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，就是你前面引用的方式，你在写申论题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就像这个，像我的讲义上写的，先引用条文，对不对？后面要写说，哦，此为民法765条的规定，甚至你可以举例给他听，这样最好。但要看你的时间。如果这个题目只考5分，问你什么叫所有权，你觉得可没办法举那么多例子，可能有限，对不对？至少你这样写的内容，你不会差太多啦，可以啦。好了，那往下面看呢，你看第二大点，法源的依据，就是说有依法有据啦，对，你不是常听到依法有据，对不对？师出有缘嘛，对，可以吗？你看哦，它第一个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，中华民国领域内的土地，来把它画起来，属于国民权利，把这大家的，你的产权跟我的产权，大家都怎么样？合法受到保护，因为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看，人民依法取得的所有权，受到法律的保护，来把它画起来，他都要照价征税，照价收买，这是最没有涨价归公，记不记得前面讲过，国父的平均地权条例4个，有没有？规定地价、造价征税、造价收买、涨价归公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你要乖乖的缴税？因为中华民国万万岁！因为民法跟宪法都提到。好，看第二点哦。你看哦，我这边的第一点呢，这边再看一下来。第一点呢，最后面我用黑体字写的，此为上级所有权的来源，请把上级所有权画起来，特别把上级圈起来。后面要看到它，就会想到，因为你的征收跟它有关。你旁边写征收，因为征收是每考必出，有没有印象？你的征收为什么国家可以动用公权力？
因为最后面不得已必须要拿什么呀？拿上级所有权来对付下级所有权，民众就叫下级所有权，因为你虽然有产权，可是土地是归大家所用的，要归需要的人大家用，所以你必须要委屈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报征收。来看第二点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中华民国领域内的土地，就等着前一大堆，你看，跟前面一样，小心哦。”他说：“人民依法取得的土地为私有土地，没有问题嘛？把私有圈起来，这个有当然是所谓所有权的有咯，可以吗？所有权的有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好，那如果是这样，私有土地以外的，你看，再来就是公有土地，而且小心，他讲了，私有所有权消灭，请把消灭圈起来，就归中华民国所有。前面各位记得吗？我把它擦了。一开始的第一章，我说重点题目其实不多，今天也拿出来考各位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说，公有土地跟私有土地的产权，这个有当然就指所有权了，对不对？”你的权属划分，你问一下，你的权属归公家呢，归民众呢？民众现在各位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公有土地分为哪四个层级？来请教一下，你问一下，第一个是归谁的？国有土地，有没有？再来直辖市有，小心哦，动省的没有省有，对不对？再来县市有，再来乡镇市有，有没有？那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你们家取得的当然叫私有土地啦，跟公有土地无关，对不对？就按照权属划分，就是所有权的划分，这个有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民众如果不要了，有没有抛弃，有没有？好，把它补在旁边。现在你看到的说私有所有权消灭，对不对？这个前面有讲过，只是在比较后面，对不对？私有所有权什么时候被公家的？而且归谁的？归中华民国，归国有土地。就像你看到了，有没有？下级所有权，因为现在要怎么样？要归上级所有权。那私有土地消灭，讲义上有哈，抛弃不要了，可以吗？我不想缴地价税啊。再来，没有人的土地，无头公案，就是无主地，通通收归谁？公有土地只有谁？只有中华民国，可以吗？所以把它补在旁边，除了抛弃、消灭，包括无主地，统统写在一起。你的讲义上目前看到是消灭哦，可以没？当然前面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答案了、啊、这个比较少见，刑事案件会做没收了，对不对？违法的行为做没收，可以吗？他当然做拍卖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哈。所以这种是传统的这种题目，但是你现在可能看不懂什么叫抛弃，什么叫消灭。后面画图给你看，什么叫消灭？我会举例给你听。那个河水如果改道了，就所谓的消灭；抛弃简单就不要了，叫抛弃，可以吗？好，你现在先写在旁边，后面念才好念，可以吗？好了，开始喽。你看这边分类，什么叫上级所有权？什么叫下级所有权？这个简单。你看中华民国属于大家的土地，所以就叫上级所有权，对不对？这很像共产国家的感觉，可是它也是允许怎么样？你看，依法取得叫私有土地，因为你取得的土地，表示你要花钱嘛。我们中华民国的特色是，因为你愿意买，我愿意卖，我们合法承认它。但是相对来说，上级所有权跟下级所有权，你清楚吗？对不对？前面讲过，上级所有权跟下级，但是上级会赢过下级所有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第一大点这个题目其实简单，那请在第二大点这边打个记号。你要做什么记号？我没意见，打星号、打三角形，反正重点是你要做记号，因为这个重要，对吗？白雪公主看完了，丑媳妇见过公婆了，那小心她后面的七个小矮人要跟着她来，因为你要想，这七个小矮人是跑龙套的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协助各位跑龙套。重点是你要考上，对不对？你的所有权大于所谓的他项权利。那现在看到什么叫他项权利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讲义。所以现在我要画图给你看了，那你要看懂它就很重要哈。我说开玩笑讲说，你的民法老师有交代没有错，等到你上到民法的时候当作复习，可是你要看懂它，不管在民法、在土地法、在登记、在税法，拢总概无关系。了解我意思了哈，这很重要啊，这很重要哈、啊。好，这个黑板很大，所以这样好处，好吧？我可以把它切开，好吧？这个地方来，第一个。
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分开看，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七种的他项权利，我叫七个小矮人，可以吗？它分别来自于两个法律，一个叫民法，一个叫土地法。哎，这两个同班同学哦，就像我跟各位同班同学哦，对的吗？对不对？同班同学，我年纪比较大一点而已啦。来，你看，土地法跟民法也是同班的，他年纪更大了，对吗？这两个同班同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民国十八年跟十九年就有的法律了，对不对？两个好朋友，民国十八年、十九年之前没这个东西，既没有土地法，也没有民法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有念过历史啊，特别大陆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像以前我们考试要考，现在不太考，对不对？比例降很低。哎，民国刚刚初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不是北伐？有没有？再来就抗战了。所以民国十七年是不是才统一？对不对？北伐抗战有没有？是二十六年就抗战。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？兵荒马乱，还讲吗？好，那民国十八年、十九年之前，既没有土地法，也没有民法，所以第一个跟各位见面的出现了，这考试比较少见了。不用红色不是比较重要，只让你知道说第一个小矮人是谁的哈。套起家来啊，爱听不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法律，没有民法跟土地法，因为我说兵荒马乱，爱听不？所以既没有土地法、民法，你高兴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用当地的习惯，你要怎么做都没关系，因为地震是我不管这一块，可以吗？我举例给你听了，现在都考试都用不到它，给你知道就好了哈。因为我不写，你可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这真实的名称哦，这都有用过的名称哦，叫永小权，有没有？哦，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没听过没关系，听过就好，没听过也没关系。另作权，有没有？没听过没关系，因为你的年纪很 UK 啊，我猜，对不对？另作权，有没有？好来，还有什么？我看这考试不会考哈，嗯，直谱权怎么写？直怎么写？我又忘记怎么写，你看，这直好像也不是这样写，我突然忘记怎么写。啊、不写了，图也会忘记怎么写。你看，刚才念书都不念书，有没有？都忘记怎么，因为这不用的，我都念出来，念了半天，我就忘记怎么写，把它毁尸灭迹一下，有没有？别被他发现不会写，我们还是讲出来，有没有？永小权呐、啊，另作权呐、啊，直仆权呐、啊，包括奇奇怪怪的名称，懂吗？那个时候你想要怎么做就宰立皇帝的，因为地震所不管你，懂吗？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啦，天王老子没关系。但是十八年、十九年，虽然刚刚才北伐完成，对不对？准备要开始怎么样？又开始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时间怎么样？中间这段时间是开始有民法了。虽然那个时候在大陆地区，我们台湾这一块在日本人统治的时代，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挂最后狼。但是台湾那个时候是受日本人统治，日本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用这个。可是以后光复，三十四年是不是光复？三十四年光复当然都一样喽，对的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没有用这一块，但你要看懂它，好吧？所以第一个题目，他如果问你选择题，题目问你民法跟土地法以外的，哎，总共几个？就是六个。因为这个就是一个，可以吗？土地法它考试的题目，等一下各位看到，那你不好记，我举例给你听。我等一下画图给你看哈，这个题目也是会考一些小题目，这不难记哈，我教你怎么做它。一个叫耕作权，它第一个题目等一下问你的，我等一下写在旁边。第一个题目问你，唯一来自于七个小矮人，就七个他项权利。唯一来自于土地法谁？就这个 Gatitia， 就说耕作权。哟，你跟他很陌生，因为他已经很 LKK， 已经背着归回啊，听到吗？已经快九十岁，今年一百零七嘛，明年是不是就满九十岁了？哦，是啊，因为一百零七嘛，看到吗？耕作权怎样会就这一块的部分，你再画个图延伸出来给你看。你在土地法的一百三到一三三，后面上到地权，包括后面上到所谓的地籍，还是跟他有关。我画图给你看，好吧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这边就先不要写了，因为民法这边要写啊，很乱，我就先把耕作权解释给你听。第一个题目他就问你，唯一来自于土地法是什么权利？就是耕作权，啊，你听好不？可以了齁。好，那耕作权我现在延伸出来画个图给你看，让你知道说，哦，耕作权的比赛棒，耕作权在做什么事情？第一个你看哈，其实名字简单吗？简单啊。也在建州，我不要你起础了，因为耕种嘛，听好不？耕作的权利叫耕作权。如果看不懂，旁边写一下。我们台湾有个叫十大建设，有没有？你考试不要写十大建设哦，听懂吗？只有我看得懂哈，但是我不会阅卷呐、啊，听懂吗？
补习班教书的都不可能阅卷，教书的也不可能到补习班阅卷，按条，因为就这块的部分，考选部它有这种条件在，就是说你在外面哈，他会去调我们的东西出来看哦。就这块的部分，他会讲避免瓜田李下，但他出题目一定有他的逻辑，因为题目重要的题目出嘛，是吧？好，什么叫十大建设？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有念到，像我儿子现在念也不太念，对不对？坦白讲，十二大建设我还不懂，十大建设我还不知道，是吧？有啊，中山高速公路有没有？铁路电气化，就你知道我年纪有了，对不对？包括什么大炼钢厂有没有？炼油厂，年轻朋友都不背这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叫中部横贯公路？爱听吗？哦，你看中部横贯公路其中一个。台中到花莲，哎，听好不好？你各位如果没有去过哈，应该不叫台湾人，对，外国人来我们台湾必去的地方有没有？故宫不会考，有没有？包括什么101到了北科，哎，听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中部横贯公路考试会考，听好不好？你看外国人一定来什么？看古关、新社、天祥、太鲁阁，哇，太鲁阁很漂亮，有没有印象？太鲁阁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，你要记得我这句话叫做远朱敏，有没有？远朱敏知道吗？原住民以外的就是他，原住民是我们这边最原始的怎么样，住在这个土地上面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只是说，因为你看，不管荷兰人来了有没有，可能荷兰人就考历史也不太考，对不对？不管什么，不管西班牙人，对不对？包括日本来，都是原住民都跟他对抗，对抗完之后输了就要躲到山上去，所以原住民他也想要住在山上嘛？怎么可能？已经住在山上以外，所以打输就要躲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势单力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哦，日本来他也是怎么样，节节败退。国民政府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又输，因为人还是多嘛，人多就势众。原住民保的地，底下各位看到跟耕作权有关。那如果还看不懂，再举个例子，你到梨山、天祥、太鲁阁，最有名是什么？啊，你知道吃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属猪的，记不记得所谓梨山的什么？高山的水冷蔬菜有没有？包括水蜜桃有没有？包括什么苹果有没有？高丽菜，吃就对了，因为吃这种人以民以食为天，吃东西你就记得这个跟耕作权有关。为什么特别十大建设？因为现在年轻朋友看不懂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外国人就看我们台湾要做建设啊，对不对？那就看哟，你们这个要做建设，从中部到西部嘛，这样打通，对吗？他说这样的话，你们预计要花几年？我们台湾建设越快越好。外国人说啊，这个地势这么险峻，要经过中央山脉一大堆东西哈、啊，我们估至少要十年。哈，十年不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台湾黄金十年就十年，你给我用十年怎么可以？不用，我们自己来。谁帮我们做的你知道吗？年轻朋友不知道，就我们这种有年纪才知道，对不对？荣民北北对吧？荣民北北来第二次，他已经退伍了，退伍之后再回到山上去干嘛？不是要抓山猪，不是做什么？他要帮我们开拓中部横贯公路，从台中有没有？你看古关新社有没有？一直过去到天祥太鲁阁，中部横贯公路几年打通？两年打通。很多的荣民北北过世了，那个时候荣民北北他贡献的第二次心力，为了让他怎样？安心，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们也是帮国家嘛，用人力用炸药，很多都死掉。就这块怎么办？除了弄纪念碑之外，等一下我画图给你看。重点是它很特别，因为除了你刚刚记得梨山、天祥、太鲁阁，我刚刚讲过，你的水蜜桃有没有？你的苹果有没有？包括你的水冷蔬菜这些东西，因为种在这边，你既然已经在这边开垦了，我干脆把土地让你怎么样？除了远租民之外，我就留给你荣民北北。所以只有这两种人会取得耕作权，现在不开放，懂吗？你的耕作权顾名思义要给他耕种使用的，大家听懂吗？你要记得我刚刚那句话。现在你有在法条，你看一下土地法130到133，我用画这个图就一次打死给你看，懂吗？我这个图就告诉你说什么叫做耕作权，爱看我，真重要哦，听我。耕作权考试的题目就考第二个嘛，他特别在后面，第一个他问你，唯一来自于土地法条，对都计价。记得水蜜桃的故事，爱听吗？不要只记得水蜜桃姐姐哦，听到吗？来，好，第一个土地，它叫公有的荒地。哎，荒地后面会提到什么叫荒地？简单讲，没有在耕种的土地，荒废的土地啦，做农业使用，可是没有耕种，所以就叫公有的荒地，只有公家才算哦。民间的不用拿出来，挨条好不好？可以了哈，好来。哎，我就公告好了，好吧？好，既然荒废坑啊，永远无代志，对不对？管一起差不多无好，对不对？干脆就公告，实际上是为了照顾农民北北哈。公告干什么？哎，你想要来申请，你就来吧，我来。照顾你，让这个土地怎么样能够发挥地尽其力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你来申请哦。申请当然没问题啦，对不对？申请他有说有两种人，听懂吗？不是男人女人哦，哪两种人？第一个，中华民国国民。对不对？一定要中华民国民众啊！你要中华民国以外的不行哦，懂吗？那再来，等一下各位看到一垦户为一个单位，所以你要乖乖的来，要申请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说你后面的条件是什么，你要符合我的条件，我才会让你乖乖的取得这个土地，因为你的条件怎么样，还是比较严格的哦。你等一下看到为什么它要比较严格，一定有原因在了，对吧？好，就是人的条件了哈。第二个面积当然要设限了，面积不能太大，不然全部都跟你种还得了，对不对？那别人家怎么办？不行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的一垦户一面积，讲义上等一下都有哈。OK， 好来，你来申请哦，来申请。OK， 我就让你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资格审完了，对不对？土地是来荒废，是啊，好，你这边写可以写哈，就写成顶，好吧？啊，不要写，写到这边好了，因为你申请可能不一定会过啊。对，好吧，就不要写，好吧？有的人不会过，像我们这样混的就不会过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来申请领土地，如果我核准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乖乖的干嘛？要开垦哦，对不对？很诚恳，你们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，你看，哎，诚恳没有错，很诚恳，你要乖乖的开垦，承接开垦土地叫诚恳。你领到土地，乖乖的开垦。对不起，你要开垦要垦郡，他有规定哦，这个小心哦。他要告诉你说，如果你领到土地，包括你要答应我乖乖的耕种，你要多久之内要开垦完毕？一年，一年考试喜欢出选择题，对吧？经纪人考过很多次哈。你的领到的土地，如果你没有在一年内垦郡。看懂字吗？开垦完毕吗？垦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一年内开垦完毕，那我就等一下往后面画。如果没有，那对不起，我就收回。没有在一年内，我就收回。因为你欺骗我感情，对不对？伤害我幼小的心灵，那我就收回，不跟你玩了。这样听懂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政府也蛮绝情的，对不对？至少给我点机会，免讲，爱听我啊，我懂啊，来哦。那好了，如果你是乖乖在一年内开垦完竣呢，一年内当然你可以提早哈，我那话比较好切，这样一切就切出来。如果你要乖乖的守规定，那我当然就欢迎你了。好，那给你时间是十年。你看，十年很久的时间，小朋友从一出生到现在，可能念小学三年级，简称叫小三呐、啊，对。那开玩笑了，中间这么久的时间怎么办？乖乖的耕种，这叫什么权利？诶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你要耕作嘛，所以我叫耕作权。因为你会领到土地，要乖乖的做什么使用？当然做农业的使用，你要乖乖的耕种哦。你说草长得比人还高，我土地就收回，因为你违规，还听我，可以吗？但你不能转租哦，对吗？你如果转租，我也是收回，转租就不要玩了。既不能转租，也不能怎么样，也没有给他荒废。那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小心。哎，时间到了，不是要下课？哎，红色的笔呢？我看一下哈。哎呦，藏起来了。你看我用红色写白色怎么样？哎。从一开始不是我们家的地，我只跟你来申请土地，开垦完毕，乖乖的耕种，居然取得什么，变成白雪公主了，有没有？看懂吗？也就是说，本来不是我的所有权，居然现在是我的所有权，会不会很特别？所以第二个题目问你，所有的他项权利里面，唯一会多年媳妇熬成婆，对不对？是谁？从他项权利变成什么？变白雪公主，只有他，只有这家，其他不，爱听我。十年乖乖的开垦，哎，居然怎么样？让你取得产权哦，因为这张我们在讲所有权，对不对？叫地权，对吗？你的所有权取得，你看是不是很特别？因为其他的他项权利没有这个行为，所以为什么耕作权喜欢考？再看一遍题目，等一下再帮你补充哈。再看一遍题目考什么？第一个，他问你唯一来自于土地法是谁？就是耕作权，对吗？其他的没有，其他通通来自于民法。那习惯不谈，因为总共六个。
是唯一来自于法令以后的东西。第一个叫耕作权，唯一来自于土地法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它整个的流程你现在看完了。好，第一个，如果你开垦时间多久？一年，你在一年内要乖乖的开垦完毕哦，垦定哦。如果没有，我就收回，对不对？你耕种的时间是十年，十年后可以取得什么？所有权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刚提到了，有些人要照顾他，除了荣民北碚，是不是就原住民？整座山他都躲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好做管理，不好，对不对？干脆怎么样？原住民，我简称叫原民。原住民的时间是五年，他的时间是跟人家不一样，他减半。为什么？因为原住民一般都比较乐观，有没有？生性比较乐观。哎，原住民有个叫原住民特考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常办，大概两年办一次。因为有时候他们两杯黄汤，简称叫马拉桑，一喝醉就忘记要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也喜欢唱歌跳舞，反正就天性乐观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太会做坏事。重点你看，好不容易要给他耕种，你就要叫他耕十年，是不是很难？五年我给你减半呢，看到吗？五年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吗？再来哦，另外一个题目在这边。他也知道说你很辛苦了，要耕种啊，耕种。你看我当初在申请这块土地开垦的时候，要不要乖乖的付一些地租给人家？要啊，要缴点税，对不对？要缴税，政府机关可以因为地方的财政的关系，可以酌予减税二至八年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鼓励你，奖励你来乖乖的耕种。这个时候，希望土地能够怎么样有收成，我一样可以刻到什么？以前会刻这个叫田赋。对不对？现在当然停征，所以重点怎么样？我可以酌予减税二至八，他这个税就是指田赋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这个税负能够降低，让民众放心的耕种，因为谷贱伤农啊，对不对？前一段时间我讲过了，就这块的部分现在比较好一些，香蕉是不是太多？有没有？凤梨也太多，最近火龙果也太多，怎么办？该多的都多，该不多也不多，那钱就不会太多。重点是要照顾他们，就是怎么样？用这个比较方式让他降低他的负担。看完哦。这个是所谓耕作权的状况，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，可以了吗？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讲义，好吧？所以你现在看我这边就看到，哦，其实老师都讲完了，那你拿出来用就会用了，不然你怎么对得起老人家，对不对？举例给你听哦，没问题的，好，来，擦喽 ，OK， 哎，先不要擦好了，给你先看看讲义好了，不然擦了等一下又来了，是不是麻烦？好吧？先看一段好了，好吧？可以了哈。讲义的部分在这个我看一下哈，第七页，来第七页，对，来第七页，简直不敢相信讲义是我编的，来第七页居然会找不到啊，眼睛真的不好。来第七页的第二节的上半段一点点，对吧？第六点，耕作权，来第一个小心，唯一来自于土地法的他项权利是谁？都记下，叫做耕作权，记下熊高拐说耕作权，请用力把它两个字圈起来。耕作，哎，建州，哎，条嘛，好，什么叫耕作权？你看，他说，陈垦人自垦郡之日起，哎呦，表示他在讲这个故事了，有没有？陈垦人有没有？很诚恳，跟各位一样，很诚恳，跟人家交朋友，很诚恳。陈垦人自垦郡之日起，请问多久之内垦郡？不在旁边，请问多久？三当五当唔对，几当？哎，条，一年。垦郡之日起啊，小心把它圈起来。他说怎么说？他说无偿取得耕作权，请把无偿口香糖圈起来。无偿，总共有两个无偿，懂吗？两个无偿，什么叫无偿？不是黑白无偿哦，听懂吗？不是七也八也不是。什么叫无偿？人生无偿不是，这个无偿没有代价，就无偿。既然土地是荒废，无偿做什么？我出让你做耕作权。等一下各位看到无偿做什么？做所有权，所以补在旁边，小心。我刚才写在这边好了，没有代价叫做无偿，懂吗？无偿口香糖。第一个取得耕作权无偿，乖乖的耕种。等一下看到，请问讲义上写几年？十年，补在旁边。原住民五年，五年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规定。原住民保留地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七条特别讲说，只要一半的时间，五年无偿获取哦。你乖乖的耕种十年或五年，无偿在十年后乖乖的取得所有权，请把所有权无偿圈起来。有没有看到？他告诉你说，你如果乖乖的耕种之外，你看地方政府来申请单独申请耕作权的登记，
但继续耕种十年，无偿取得所有权。旁边再写，请问可以酌予减税几年？二至八年，写在 B 啊。哎，你听好，后面看到他哦。你现在看到的是在后半段这一块。